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需要三个点。我将化身正义的风暴，投降吧！小夹子，小夹子教育。好心，全军出动！哦，我懂了。小夹子教育。我被选中是为了执行正义。我怎么还有上单火呢？好抽象。我身强力猛，神龙更强。海克斯万用宝匣开始组装。敌人消失。这是什么？我们塔正在被攻击。连他们。我在路上，要不要闭了呀，兄弟？我在了吗？我在，我走了，不好抓啊！我给他买个爆发鞋啊！好啊，右边挑啊！我在路上，我过来了，我卖一下呗，你关张他击飞你，卖一下。杀两个。我俩得吃人啊，兄弟。他马上来了，火男，挂羊尾呗。我到了，干他，我到了。这个没上，我直接吃了。小月下去了，直接放塔，兄弟，直接放塔，赶紧走啊！哎呦，我不放塔就行了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这边杀一波吗？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走了。我要买破盾。小月盯上你们家刷路了呀，兄弟，盯上你们了。集万千狂风于一拳。请求集合。我方中路，我在路上。我来了，能抓吗？来了。抓不到，走了。
Q 他。我要出战，我来！哎，我他妈断出了！我断醋了，我糟！只要我意识尚存，就不允许任何人袭击神龙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还能看龙吗？杀人呗，杀人呗，不要龙了，杀人呗，能杀不？变个形，牛逼！直接打这些呗，直接打吧，直接打吧。我方已击败致谢，防御塔内层即将脱落。我来了，兄弟，我来了。杀了分你没大没闪。我把 CD 塔单杀了，我把牙齿做了。你不配！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上路防御塔，我在路上。抓住他！可以把上面那个果吃了，吃那个果就不去啊，都没线，我过去干嘛？有点道理，兄弟，也不是没道理。我能吃最高的。有点亏啊！你挂个羊尾呗，我来杀。正在被攻击。毛病嘛，他妈的！我怕你把他放跑了，弟弟，我怕你把他放跑了，你知道吗？放跑，你没见我手机那有？你放我跑，你在跑吗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弟弟，没看到，真没看到，弟弟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杀不掉他的，你看你被晕到了，怕他直接闪现跑了，兄弟，对不起。我二技能是满的。对不起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
我没看到，我刚刚眼睛有点模糊，我以为他没看到打二刀。抓你去了，回头。他们要接团，他们这边要接团。肯定落了。走呗走呗，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 Turret lost。 小月马上来了，五大龙。找一下皎月走走，找一下皎月走走。我方已击败，那时难绝。直接水银星引爆到 BK 机会，有一个引爆到就够了，不用水银星。我在路上，没必要的。来拿增益。好像丢失的人反了。风暴神龙的力量在我体内激荡。怎么弄了？已经没了呀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不是他喵的，我水银是他给点出来，我操！走呗，你们中路走呗，兄弟，中路走吧。然后我这不残三个全杀，我还会活着的半血的，哎。走啊兄弟走啊，那么龙小把你们全秒了，还得死，你别回头，你别回头，别走，我那个刀我拿路还能跑，跑得真快，你带顶上披风吧你。我是神龙的意志，不朽的意志。我神装了，你们赶紧吃钱啊！赶紧吃钱，我神装了呀！那家可以挂机了。神龙之力，神龙之怒。走啊！哎。你跑。
打了呀。小兵给了呗。对，有个小兵线干嘛？我先装的。买王冕啊，龙王，龙王买王冕，龙王买王冕，把龙给了，买王冕，龙王，你把王冕买了。敌方已击败亚龙。好打呢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.双手迸发的霹雳，每一拳都降下雷霆。别急呗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纳兹男爵登场。基地护盾已失效。到你大爷！走啊走啊，别又死了，别再死了，我抓不到机会了，已经，他们不给机会了。走走，拉下拉下，正在被攻击，角域在小鸡那边，别被秒了，角域在小鸡那边，他妈这卡到开吐了呀 ！W 这么准，风暴神龙的力量在我体内激荡。等远古龙呗，等远古龙呗。过来把云骨龙秒了，能行吗？能拼成吗？不用拼成，拼不了。我还没超级大招，对不对？远古巨龙登场。你抓个单啊！没事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啊，一波不了呀，亚索要复活了，我打龙了，我打龙了。等你复活再打完。召唤水晶不再重生。我帮你击败远古巨龙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神龙的狂怒是无情的。等大龙吧，等大龙吧。来大龙，兄弟，来大龙，兄弟，来大龙。增益，你干嘛呢，狗哥？死了死了死了！动龙呗，动龙呗！
我方已击败，那时难决。赶紧一波吧，赶紧一波吧，我得等你。然后这边脚又没金身，我都卡了。连打就好，连打就赢了。我就说对面射手会玩哦，我就说对面射手是会玩的。这手不二为鲁，中了 Q， 闪现蹬一脚十双杀，秒杀，算了算了，预判把他杀了，赶紧走，飞上来，再中 Q 躲一下水晶开，回血，回去反杀，双杀 A， 然后再中，记住我是有影魔刀的男人，杀，再反杀 A 下，然后再中 A 死杀，队友你在等什么？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 ？QW 一脚两个，双杀，十 ，Q R 闪，躲出去，再飞回来把他杀了，减速，双杀 ，Grisha， Q 预判闪现跟上，一脚大十，哎，就是斩杀线，靠近他，二闪调整位置，将他撞到我天一波的位置。形成三角杀，飞上去惩戒，然后再中 AQ 躲飞回来，闪现 A 一十进血手拿 Q 往这预判飞过来，阿闪回来，然后突然袭 A 一十，满血就是斩杀线，差不多了，来了来了，完了，我闪 Q 躲，我在飞上去的同时我吃血，我 Q 损干脖子十。撞我！还是要跟他 O 一下。往这里打。那么天音波在滑行的途中呢？靠近他，二闪调整位置，将他撞到我天音波的位置，形成三角杀。